功夫不负有心人，上官军果然在总统回来之后的半个小时后也到了这边了。只要目标一出现，张猛就会给上官军打电话。毕竟这京都的大人物之间还是会有联系方式的，这是京都的规矩。就算是两个人有什么杀父之仇，还是其他的什么仇，这都得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当上官军在打算要起步去敲总统家的大门的时候，看到张猛给自己打电话的那一幕。 让上官军真的是一愣，他当然是不明白张猛这是打算要干嘛。当然，他也有想过张猛会不会是已经发现他了，但是他又想了一下，想着应该是不可能的，毕竟自己一点都没暴露。而且这时候这个时间，张猛都应该回国了。至于上官军怎么会觉得张猛已经离开国外回华亚这件事，其实这是张猛安排的其中之一。上官军能想到的，张猛当然也能想到。 这要上官军放大宽心的去做这件事，上官军的戒备心才会放松。这只要知道张猛已经离开国外了，这就是上官军放松警惕的最好办法。毕竟张猛不在这里，一切都好办得多了。毕竟让张猛知道一切都是自己在捣鬼，张猛那性子又怎么会轻易放过自己？而且张猛本来之前就跟自己有些梁子还没过去，这就又立下一条。这次这件事情自己又失利了。 这种种都在给自己一个警示，千万不要正面跟张萌起冲突，特别是在做对不起他的事的时候。张萌可没上官君这么心情好，还去推理这些。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解决这次上官君不把这件事说出来，之后安娜那边大概最多三天就能把一切证据都处理完毕。张萌打的电话，这上官君现在哪里敢不接？其实要说真的，上官君还真的是不会接。 只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上官军的火都还没有下得去，这电话又怎么可能不接？上官少爷是还没有收到我拿到东西的消息呢，还是觉得自己没脸再见到琳琳了呢？张猛这话音刚落，这上官军的火就燃起来了。他站在总统的院子里，站在总统的奔驰傍边，做了一个打算摔手机的姿势，但是在暗暗的灯光下，他的脸上又多了一些邪恶的神情。要是放个小孩在他旁边， 估计都能吓哭了，是吗？你已经都拿到了呀，这还真不好意思。也不知道你快活了，这其他人可怎么办呢？上官君这口气分明就是说他不会放过帮了张猛的那个人，他一定要张猛心里不好受。上官君多少还是了解张猛一点的，这张猛要是做成了什么事，只要帮他得那个人，因为他出了点什么事，他这心里是肯定不会好受的。上官君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张猛得意不了，就是要张猛就算是把自己打败了，张猛这心里反而是难受了。何况这上官军在这国外有些关系网，多少也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的，所以这样的打击对张猛来说那是相当的大的。正所谓我拿不到的东西，就算是你拿了，我也不要你好受，就是这么个意思。上官军就是这么个主，在这种事上面，那所谓是在行的很，是吗？ 你要是敢进那个门，老子要你来了国外就留在国外一辈子。张猛冷笑了一声，对上官军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上官军这才真的怀疑张猛是知道自己在总统家院子里边，但是上官军想不明白，张猛都已经回国了，这怎么会知道自己在总统家的院子里？难道是自己身边有谁是张猛的眼线？在确保了自己身边根本就不可能会有张猛的眼线之后。 上官君那尴尬的脸上，立马就多了几分疑惑。确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眼线，一切都是因为上官君自己暴露了自己。而且，张猛这为了上官君这嘀咕的一句话，差点就白蹲了一天了。不过还好，上官君这还是来了，要不然张猛这就等于是白忙活了这么一场。当时在上官君听到张猛说要他回不了华亚的时候，他就大吃了一惊。这会又半天没有回复张猛的话。 这就让张猛的士气大增，还不打算走？是要我来请吗？这就把上官军给吓坏了。这虽然上官军是不会害怕张猛的，但是张猛明明就已经回国了，现在估计都已经到简家别墅了。但是这上官军没有离开的事，这张猛又怎么会知道上官军还在那里没有离开呢？要是上官军这么想的话，最终上官军的想法落到了张猛根本就没有离开国外这一点上。 你不是回国了吗？这问题还真的是让张猛觉得这个上官君有时候是傻的可爱。这个事情其实本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这上官君就是一根筋的，不愿意相信自己调查的事实其实是被人调了包。这种不能正确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就是最愚蠢的。不过，这要真的是说上官君愚蠢的话，这人还弄了个公司，这可怎么算呢？在如此大的打击之下。 上官军还在垂死挣扎，他始终不肯相信张猛这时候就在某个暗处观察着自己。他还打算往总统家的大门前走，砰！一声枪响，加上张猛又一句：“再往前走，你就该叫上官家的人来收尸了。”哦，对了，你跟简家的关系不错，或许可以让简家的人来帮忙。上官军这是真的吓到了，这回是真的懵逼了，这可不是在开玩笑的，枪声都已经响了。 上官军知道张猛是个性子虎的主，只要说得出，就一定能够做得到的性子。这回他说会开枪，就一定不只是吓吓他而已。总统家门前有枪声，这总统当然得出来看看了。这一开门，门前什么都没有，更别说是人了。上官军也知道张猛不要自己进去的原因。这听到总统家有要来开门的脚步声，那当然是要避开了。这要不然就跟进去说是一个效果。 到最后也一定是会被枪毙的。由此可见，这张猛这还真的不是个好惹的主。看来以后上官军还有,有什么动作的话，那就还是得避着点了，在暗中来阴的就行。这要是再对着干，估计还算不到能活着到哪个日子呢。也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一点，上官军才火急火燎的赶紧撤离了现场。不过这上官军可是个会打小算盘的主，这吃了张猛这么大一个亏。 就他这记仇的性子，怎么可能会就这样咽下这口气？先不说他马上会有什么下策，就算真的是有，现在他也不敢再往下继续了，至少是最近一段时间是不会了。正所谓惊弓之鸟，被打过一次就会知道往后的苦头了，就会知道只要有了这个警示，就一定牢记于心。要是说张猛就这样都还要再追究下去，这上官军也是有话说的，不是？对此。 张猛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动作，毕竟这回安娜这件事才刚解决。这狗急了都还会跳墙，兔子急了都还咬人呢。这要是把上官君这种人惹急了，那还指不定他会做出点什么极端的事情来呢。接着，这两人就陆陆续续都回国了。不过，上官君这在疆场，虽然现在年纪不大，毕竟还是闯荡了些年的。现在要是去简家，那就不仅仅是丢的自己的人了，这还会影响到简家的名誉。 这毕竟是世家，简家又怎么可能置之不理？然而这简老又是个软硬不吃的主，这要是真的要说些什么公道话，这还指不定是谁会倒霉呢。这简家跟上官军毕竟是世交，这上官军又是简德福看着长大的，这要是说不知道上官军这会拒绝不会来张猛，这次这个接受亲传大会，那都是吹牛不打草稿的事。所以这些面子上的活还是要有的，尽管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里边的内幕。 但是也不会有人会说出来，张猛自然也不例外。上官军果然回绝了应邀，这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上官军自然是不会傻到那种故意来丢人的程度。再者说了，这上官军也知道，在这件事上张猛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难为他，毕竟就算张猛想，那也都只是想想罢了。这华亚的局势就是这样，什么公不公平的，张猛已经领悟透了。反正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 只是这张猛大概跟上官军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和和气气的待在一个场面上了，就算是有，那也只不过是表面功夫，谁都能看得出来的。大家都各自忙去吧。简老一声令下，这简家大大小小的人，包括简二伯跟简玲玲也得遵令。不过这小魏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张猛离开的这两天，小魏就一直住在简家的别墅里。这简家的人还以为这小魏是张猛在外边养的情人呢。 大家这样以为倒也正常，毕竟这小魏是张猛这次来带的唯一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女人，在这种社会层次上，又有谁不会这样想？不是？张猛看着简老这看向小魏的眼神，就明白的把小魏给叫出去了。这简老不用动口，这都知道，毕竟这是你的人，难道是要我给你叫出去吗？这就太损你的颜面了。张猛也不是个傻子，在这上层社会待了这么久了。 这要是还连着最基础的都动不了的话，这不就太有损自己的威风了吗？说实话，张猛这虽然是在这上层社会待了些时日了，但是他却毫不赞同这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轨迹。毕竟这张猛是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这年纪也不大，要说还是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的，只不过是张猛不想去适应罢了。用张猛的话来说，这些所谓上流的人干的尽是些下流的事。 你这故意要支开所有人，相信你也是知道我的来历了。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张猛这直言快语，还真的是把简老吓了一跳。他这样子虽然不是个天生做生意的人该有的样子，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张猛这生意场才更加容易做得起来。毕竟这张猛靠着这样子的状态，已经都做到这一步了，不是？不过这简老还就喜欢这样一个张猛的样。按照简老的意思，这张猛就还要行个拜师礼什么的。 这张猛这样一说，简老还就真什么都不好说了。既然你不在乎，那我就厚着脸皮跟你讲出来。我这身本领要谁都想要，就算是我那几个儿子也都是想过的。我为什么没有交给他们？这些你能不能想得明白？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收你这个徒弟，你是答不答应？这个、古往今来不都是徒弟上门拜师学艺的吗？这句话，张猛还真的是一惊。 主要是张猛一点防备都没有啊，这种事情你事先有个征兆好不好？说实话，简老的这一身绝学，张猛是打一开始就不感兴趣的。张猛始终觉得，这简老之所以能够在市面上这么有面，那都是因为他会来世，这是张猛学不来的。于是张猛就变着法的拒绝简老的意思，也不想说要认了简德福这个师傅。简德福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想过。 只是张猛真的这样讲出来的时候，简德福还是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在自己孙女那听到说张猛这正在弄自己的生意，所以才会有一点期许。不过不管张猛是做了什么打算，这简德福还是把这个生意场上的他的绝学告诉张猛。你不是第一个拒绝我的人，以前也有个跟你一种天资的人，他跟你是一样的做法，不过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绝学。今天我又被拒绝了一次。 你不用说，我也都明白。你们都是一类人。我这人人都想得到的绝学，其实什么都不是。做人随性就好。听到简德福的绝学就是这几个字的时候，张猛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要是谁哪天问起张猛简德福的绝学，要是张猛这样说，那不是得被人骂死？最后，张猛就拿着那颗夜明珠，就打算要离开。等一下，这个送给你。追出来的人是简琳琳。 他送了小魏一条珍珠手链，看样子价值就不菲。这小魏也不是个见钱眼开的主，还是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东西不能拿的。他也知道这简玲玲是不会在乎这个东西的价钱的。这两天看来这小魏跟简玲玲相处的很融洽，小魏这要是拒绝了简大小姐的心意，这就有点尴尬了。所以他顺着简玲玲的脖子，就摘下了简玲玲头上的一颗塑料发夹。我喜欢这个。 送我了吧，这个不太适合我，所以就还是收回去吧。这姑娘是聪明了不少啊，这样子的话，不仅接受了简玲玲的心意，还收了个可以收的礼，一举两得的事。这简玲玲对张猛是有点那种意思，但是不是特别的多，并且这在国内国外，简玲玲都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朋友，所以对张猛其实还是更多的是朋友之间该有的感情。而上官君从他小时候第一次开始。 简玲玲就一直不喜欢他，所以这才会让上官君觉得简玲玲这一定是被张猛勾住了魂。其他的人上官君也没有跟人接触，自认人也不会特意来告诉你说张猛这两人的关系是正常的。然而这上官君的手下也知道上官君最不爱听的就是简玲玲不喜欢他，所以也都一个个的哑口无言了。就这样，上官君这种半性爱动物。 就这样以为张猛跟简玲玲之间有点啥了，当然了，这次张猛跟上官军的 PK 下，上官军又在简玲玲的面前大跌眼镜了，这上官军就更加懊恼了。待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张猛打算把这颗夜明珠拿去拍卖了。这颗夜明珠也没什么灵气，反倒还让张猛觉得这个珠子有点晦气似的，所以他认为还能卖个好价钱，索性就把它拍了算了。 这颗夜明珠的来历，张猛不想知道。但是这颗夜明珠怎么到的他自己的手上，这一点他倒还是清楚的。这安娜差点就没了命，自己这也都是托了安娜的福。这张猛又是个不爱欠人人情的主，这要是不把这拍卖的钱给安娜，这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其实这东西要是直接给安娜，还会显得更加有诚意一点。但是张猛这大费周章的，就是要用这简家好好稳稳脚。 这要是什么都没有，直接就跟人说简家简老爷子的绝学就是要随性，这说出来谁会信？那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夜明珠也不是华亚的文物，所以这是可以在明的拍卖会上拿出来拍卖的东西，这可就是一举两得的事了。反正弄来弄去，这一切都是把东西送出去的，不是？在张猛看来，这总之就只是在这里晃一下眼，自己利用一下。 这也就算是随便露露面了，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张猛朝着小魏笑了笑。小魏，这不仅是聪明了，这胆子还大了不少呢，居然嗯嗯的点头。其实也别觉得惊讶，你是不知道这朋友对我有多大帮助，这也都是他该得的。小魏虽然不知道张猛的这位朋友贡献的有多大，他自然也是不了解张猛的这位朋友是谁，但是他了解张猛。 他知道张猛是个不愿欠人人情的主，这些也都理解。而且小魏这些时间已经受张猛的开导，想通了许多了。这爱一个人吧，有的时候还是要懂得放手才是好的。这感情吧，还是要你情我愿的才叫感情。张四过得咋样了？张猛这是故意这么问的。这小魏这段时间，张四这经常都在张猛面前提起他，这可不是一个人单相思到极点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 其实不然，正如张猛所料，小魏之前就对张四是有好感的。这只要是放下了张猛，这张四自然就有希望了。一开始，小魏本来还是打算这辈子就非张猛不嫁的，但是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张四的热情，这不是说有多高，但这就算是有座冰山，他也都能让它融化了。倒是张猛，之前就说要给自己的兄弟们要找什么对象，这时候这段时间就又忙起来了。 这不是就又得再放些时间了？如果不是因为张猛的地位现在越来越高了，这张猛在牛头村哪能这么忙？现在只要把这边的这个拍卖弄好了，气势一涨，张猛就回家好好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出世。现在杨秀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跟着郑婴儿在省城里住着，报了家上好的医院。再有小三个月，这个小孩就该问世了。要是以前，张猛这真的是还没有让杨秀英过门。 这杨秀英，这还是个寡妇，这就又是怀孕了。那村民们得知这样的消息，必定都是来看热闹的，而且闹得越凶，他们看得越开心。但是在张猛娶了杨秀英之后，这些个村民就算是以前知道些什么，那他们也都是不会说什么的。更何况，现在在张猛的治理下，牛头村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楷模。现在的张猛在大家的心里，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像这等爱凑热闹的习惯，村民们那都是痛改前非了。当然，这一切都还是幸亏张猛在治理的时候有张三、张四帮忙到处跑腿，前前后后这张猛倒是轻松了，主要就是等着吩咐这个做什么，另一个该干啥，仅此而已。可即使是这样，张猛也都是在村民们的眼中是个好村长，所以呀、啊。 这张四两兄弟也就自然而然的跟在张猛身后，心甘情愿的付出了。不仅是这样，而且这张四是个性格细腻的性子，这张猛也不会说，只是因为张四的性格好啊什么的，就让小魏跟张四好。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这两个人的性子合得来。再者说了，之前不是也说了吗？这张四是除了张猛之外，跟小魏配对的最佳人选了。这回张猛也不算是乱点鸳鸯，不是？ 要说这心思细腻的人也还都是挺麻烦的，这就像张四一样，明明从最开始跟小魏接触的时候就已经对小魏有了那种爱慕的心思了，这非但不说，还一直憋着不肯承认。像这种扭扭捏捏的性子，要是要张猛来学，那指不定会把张猛给急死。不过话说回来，这张猛要是真像张四这样了，那这也就不是张猛了，不是？要换做是张猛啊，这先活点酒，然后霸王硬上弓，那就什么都妥了。 不过人也不想张猛这么急，总是不经意就收获美人心。而这小魏又是个等得起的人。这俩人要是张猛再不帮帮忙，这估计自己孩子都已经几岁了，这边这俩人才会才想起结婚。可是张猛可不是个会坐等着看着有情人不能眷属的主。这要是没有在张猛最后的忍耐限度之内走在一起，这张猛可是不会容忍的。这关键还是在于你们两个之前都已经互相有意思了。 就差那么一步的时候，这要是这俩人没那意思，张猛打一开始就不会插手了。张猛这话问的，把小魏问的都不好意思说话了。不过张猛的这番话的的确确的起到作用了。小魏在跟张猛道别的时候，那神色里明明白白的摆着一副思考人生的样子。估计是小魏觉得这是人生大事，不可小看了他。也不知道郑英儿他们知不知道张猛回省城的这个消息。 这在机场、车站都没有看到他们的人，难道是不知道吗？张猛一路上还是想不明白的，毕竟这之前蝶舞就已经在几天前就已经见到张猛了呀，难道是张猛没有给出确切的登机时间？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张猛给郑英儿打去电话也没人接，所以这就让张猛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这不是简单的捉迷藏游戏，而是张猛才刚跟上官军再次结下梁子，别说。 这张猛还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不过这些紧张还是不足以让张猛断定一定就是上官军把他的家人怎么样了。毕竟张猛这才刚收拾了上官军，这要是上官军在不识好歹的高位张猛的家人，这就是在自寻死路了。京都这边，张猛联系了张天虎。一开始，张天虎还不敢相信这张猛会直接联系他，直到总听到张猛的声音之后，才敢确定自己不是产生幻觉了。 而且张天虎那顽固子弟的性子，怎么也不会想到张猛这就要在京都立稳脚了。张猛的想法很简单，这张天虎跟自己的关系不错，这人的爷爷长老也是个见识广阔的人。这张猛要把这夜明珠拿出来立脚，就必须要找一个会看货的人。虽然张天虎并不是特别看货，但是毕竟人也是长老一手带大的，多少还是知道些传闻的。联系上张天虎这边之后。 拍卖的事情就算是八字差一撇了。其实张天虎也并不是特别的想帮忙，毕竟他自己的事还多着呢，比如说他还要陪陪自己宠着的明星啊。不过这张猛的事倒还是比陪小明星的事重要太多了，这有些不情愿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家里边联系不上，这就有点奇怪了。正当张猛还在担心的时候，郑一儿来电话了：“猛子，你先别担心。” 这省城最近有个活动，杨杰比较感兴趣，家里边的人也都想看看。这出门的时候忘带手机了，这才没接到你的电话。这夫妻就是夫妻，不用多说什么，对方就已经知道这担心的是什么。听到家里边报来了平安，现在张猛做事那还不得是打了鸡血一样。张天虎那边已经帮张猛都安排好了，现在可能就有人会疑惑了，这张猛为什么不找郑老？ 自己老婆的娘家人帮忙，还非得是麻烦人张天虎。之前张猛就差点跟郑家的人发生冲突。虽然张猛知道人郑家人是为了自己好，但是张猛受不了那种张猛眼中的多管闲事，并且当时要不是郑英儿在场，怕郑英儿难堪，张猛估计都跟郑家干起来了。之前郑家给张猛提供帮助的时候，不与其说是帮助，倒不如说是在张猛捞好处，别人不清楚。 这郑家跟张猛这双方，那都是心知肚明的，各自捞好处。既然现在张猛的席位是有了，这遇到张天虎了，今天晚上就肯定就又是在张天虎那边去聚聚了。这个其实都很正常。张猛跟张天虎还是比较感情深厚的，毕竟一切都有张老在中间牵线。张天虎又特别爱张猛这个性格，这自然也就是要碰出点火花了。当天晚上去张天虎那里的时候。 张猛早就料到张天虎那边一定少不了女人，于是就在自己的珠宝店顺手带了几样中等水平的珠宝过去。要说张猛这样拿中等水平的珠宝送给张天虎的那些婊子，那还真的是有点浪费了。这不仅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而且这关键那些女人都不识货。就算是张猛拿个顶级的，那些女人看了最多也就是觉得有礼物了，心里边乐开花。 不过，这张猛的着重点就是要这些个女人开心，因为这是张天虎的爱好，不是？这张天虎见张猛，这都给自己女人送首饰，这自然张猛是给他长脸了。这男人嘛，就是好面子。别说张猛这一招还真见效，张天虎别的不吃，还就吃这一套，当下就跟张猛吹捧了起来。可是张猛不吃这一套啊，你这就算是把天花板给吹捧开了花，张猛这边那也都是无动于衷的。 你丫的，别整天待在你这小黑屋里边不问世事，这要是哪天来一猛的，小心你弄得个精尽人亡。张猛这可真不是在开玩笑，但是张天虎这整天吊儿郎当的样子，怎么可能会跟张猛说真的？那自然是觉得张猛这是在说着玩的，也就不再在乎这件事的重要性了。张猛的话说的是一点没错，这张天虎平均每天都要搞上一两个女人，这白天在酒店明目张胆的搞。 这晚上的时候，又在各种酒吧、私人会所游荡。张猛虽然没有整天的跟张天虎待在一块，但是凭他推理的能力，那也是八九不离十了。如果张天虎把玩女人的这些经历放在事业上，那张老幼怎么会觉得张天虎得跟着张猛好好做事才会有出息？不过他不是张猛，所以并没有张猛那么好的天资，而是在用自己余下的时间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美女们，猛子。 你说你每次在我这里来，你也不跟着我一起玩，你就这样看着，你那啥玩意儿就一点感触没有吗？这要说起张猛为什么无动于衷的话，这就又会想起赵丽英了。这赵丽英自从从了张猛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张天虎的私人会所出现过了。张天虎也没上过那个女的，自然也是忘得快了。不过要说在这私人会所的话，张猛就还真的是有点想念赵丽英了。这毕竟还是自己认定过的女人。 再怎么样，知道他的近况应该不是难事。天虎，之前我们花钱救下的那个女人，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这张猛可真会挑时候，张天虎正跟一美女热吻呢，突然叫住他问这样的不能提起张天虎兴趣的问题。这张天虎哪能给你好脸色？不过张猛的脾气，张天虎还是知道的。这认真的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要不理会他，他估计都能要你家断子绝孙。 张天虎没好气地推开正跟自己热吻的美女，张猛也瞥了那女的一眼，人长得也还行，关键是肌肤看着都水嫩。不是你小子是栽进去了，是怎么地呀？上次居然拿一个一去花生命去救她，现在又问她人在哪？我说你要是真喜欢她，你干嘛连个联系方式都不留着呢？张天虎这是真的傻呀！张猛跟人都去过巴黎了，怎么可能会没有张丽英的电话？ 张猛，这不是突然想到赵丽英了吗？这美女还真的是嘴里叼着一个，这手里还不忘要去招惹一个。你嘴咋这么欠呢？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要死啊，还非得跟我掰扯什么大道理的。张猛这话音刚落，张天虎就怂了。这不知道还不能掰扯些没用的道理了。最后，张猛也就不想在张天虎那里待下去了。这美女可能是鸡，那勾人的小眼神是相当的魅惑。 前思后想，张猛还是给赵丽英打了电话，那边居然立马就接了。那个，你现在在哪呢？剧组，在什么地方？我给你送点宵夜过来。东华路十二号，正在拍外景。张猛，这既然是去探班的，又给赵丽英准备的宵夜，那自然是要多准备一些了。这剧组那么多人，总不能就这样让其他人都眼巴巴看着吧？况且，要是大家都看着…… 这注意力都在张猛这边来了，那也是不好的，不是？其实赵丽颖跟张猛之间，说到底也不是什么正经关系。就在之前，俩人都还是正儿八经的陌生人，这回就这剧组的人并没有完全到齐。张猛到的时候，这刚好送外卖的也到了，这气场真的是让在场的人都惊喜万分。所以说，这男人啊，一定要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张猛一到。 这剧场的人虽然都还没见过他，但是就已经被张猛给折服了。这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不是？赵丽英在一个古老式格局的房间里卸妆。说实话，这人只要长得美呀、啊，不用化妆都漂亮。张猛这是把这件事体会的特别的精致。张猛一进去，赵丽英的妆也差不多卸好了，立马就把门给关上了。关门，这一下把张猛给吓住了。这是要做什么？ 其实赵丽英根本就没什么非分之想，这只是跟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边，这又是在晚上，即使是在剧组，那也免不了狗仔会跟进来。现在赵丽英还是有一点小红的，这也就是赵丽英为什么要把门关上的原因了。张猛这来的可真是时候，赵丽英他们是刚拍完，正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就来了。你先背过去，我换件衣服。换衣服。 这就让现在频繁跟人那啥的张萌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这戏拍完了，这自然就是该换衣服回家的时候了。你这都直接进来了，人不得就让你待在里边吗？要是让你待在门外，这剧组的人看到了会怎么想？当然了，赵丽英对张萌动了真感情，这是挥之不去的事实。至于张萌，其实很简单，就是张萌现在圈子越来越大了，毕竟这些事情就会看淡很多。 这要是还像赵丽英这样，那岂不就是愚蠢之极了？至于其他方面，这两人也着实没有想那么多。这突然要脱衣服的鹅，张猛还真的是有些措手不及。既然人赵丽英都有要求了，张猛自然也是要听见一下的了。就在这时候，赵丽英还在解扣子的时候，外边传来导演的声音：“小英啊，待会换了衣服就直接回家吧，天也不早了，明天下午才有戏份了，注意身体呀、啊。” 这导演其实并不知道张萌也在那个房间里边，他还以为张萌给大家发了福利之后就离开了。导演的话一说完，张萌本来还是乖乖的背对着赵丽颖的，这会因为导演的话，赵丽颖又回应了一声，自然就还是条件性的回头看了一眼。这一回头吧，借着外边的灯光，正好打在赵丽颖解完扣子的正心堂上，这让张萌不得不有点反应啊，迟钝了大概一分钟。 张猛吞了口口水，背过身去了。要知道，张猛在看着赵丽颖的一分钟，不仅仅是看那么简单的，脑海里因为做过那种事特别多的场景，所以只要张猛一放肆自己的身体，那就会忍不住立马把赵丽颖压倒的。当然了，赵丽颖现在只想着快一点把衣服换好了，然后跟张猛去吃点啥。这赵丽颖在媒体上都有报道，是个吃货，这是一点没有炒作的。 不过就在衣服快换好之际，赵丽英叫了张猛一声。可替代的，只要他一出现，一准是会引起所有人的关注。这一说到张四，就不由得扯到了这么多关于他的事。这虽说小魏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跟张四在一起，但是也都八九不离十了。对于张四跟小魏这边，现在张猛心里大概是有底的了。等自己孩子出世满月的时候，张猛想着，干脆就催促一下这俩人，是不是要双喜临门。 当然，张萌也就是这么一想。至于这俩人怎么想的，张萌是不会真的去参与。这毕竟以后就成为了人家的家事了。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这也都是看人怎么想了。之所以这么一想，那还是在为这两个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的人着急。而且就张四这速度，那是真的不行啊！这张萌都还没有三个娇妻的时候，这都已经看上小魏了。张萌这都后宫佳丽三千了，他这还没搞定。 原来他要换的是裙子，这会儿裙子后边的拉链拉不上了。这屋子里边也没有别人。再者说了，张猛跟赵丽英又不是没有那啥过，这些也自然就不会特别避讳了。但是张猛帮赵丽英拉拉链的时候，赵丽英的手抓着头发的样子真的特别的诱人。张猛又吞了口口水，心想着在这里可不是做那种事的地方，也就把拉链拉起来了。由此可见。 张猛是忍得多么的难受，可是这再难受也得忍啊！这种事情得双方都有那种意思才行。况且赵丽颖现在还正红，张猛又从来不做安全措施，这要是把人肚子搞大了，这还让人以后怎么在这娱乐圈混？那时候张猛在乎的方面就比较多了，这并不是什么他成长了之类的狗屁道理，也不是什么他成熟许多的假话。 这都是因为张猛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让自己保持冷静了，只能把这些事情也都安排到里边，以至于张猛现在都还没有成为自己精虫的傀儡。可是这样，张猛又能坚持多久呢？要不是赵丽英说要去撸串，估计张猛就会跟赵丽英说撸你了。要知道，这情绪一旦上脑了，那就是要他搞完之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也都是有可能的呀。撸串，这可救了你一命啊！ 原本赵丽颖以为张猛从上次之后就不会再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了，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一次张猛重逢，并且还是张猛亲自主动来找的她，这就让赵丽颖有些意外之喜了。撸串的时候那自然是得点上一打啤酒了，这样子吃着才带劲嘛。赵丽颖按理说她是个正红的明星，就不该出现在大街上，并且还在撸串。 更加不能出现在一个男人旁边，这要是被狗仔拍到了，指不定明天就上头条呢。张猛其实也有想过这一点，就连赵丽颖没有想到了。明星不都是在乎身材的吗？又特别是女明星，那可都是不得不估计这些的。但是张猛不知道，赵丽英这是个不会长胖的体质，所以这些就从来没想过了。你为什么会喜欢撸串呢？要说这张猛是怎么喜欢这撸串的，这就说来话长了。 张猛这还在念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只是在一些伪劣的杂志上看到过一两张上边的图片，当时那叫一个好奇啊。再往后一点，张猛就争气地考到了省城念书。这之前的时候，自己家里边的生活也算宽裕，在张壮的米铺的支撑下，张猛就终于吃到了在别人大城市才会有的小吃。就这样，张猛就第一次接触到了串的味道。至于后来为什么会喜欢上撸串？ 这就要讲到李银峰了，这小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那个东西的。每次只要有撸串的地方，这小子就一定要把地方定在能撸串的地方。用李银峰的话说，这要是不撸串，这都没有想好好说话的感觉。而后张萌也就不知不觉的爱上了撸串了。你又怎么会想起来撸串呢？赵丽英这想法就没有那么多故事了。张萌这是因为念书的时候就爱上了。 这赵丽颖之前只是觉得这是个接地气的餐饮，自己也是农村出身，所以这一切都还是可以接受的。况且张猛第一次跟自己产生关系的那天晚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撸串开始的，这只是在重温一次当时的情景罢了。这不是因为想吃了吗？大晚上的也没什么好吃的，不是？赵丽颖这尴尬的笑笑，并不是因为这场景，而是想要掩饰自己内心的东西。 要知道，张猛可不是个平凡的男子，那可不是说一生只属于一人的主。这古代的君王不都是佳丽三千吗？所以呀、啊，这有能力的人就是会坐拥天下女人，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会为此臣服。之前张猛还想着的是赵丽颖的身体，现在看来，张猛是觉得这个女人或许是可以跟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搭档的。这种搭档只是平时一起喝喝酒、聊聊天的那种。 何况这都已经是有过肌肤之亲了，这也就没什么特别尴尬的事了。毕竟张猛是个不会在乎尴尬的性子，而赵丽英也是不会在乎这尴不尴尬的局面。她只在乎自己旁边坐的是谁，要跟谁一起谈心做事。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那自然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默契的。而且张猛之前无论是跟杨秀英还是跟谁，都不会有这种感觉的。 毕竟杨秀英比自己大了那么多岁，不是？虽说做过日子的人是不错，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也快活，可是张猛还没有一个可以懂自己内心的这么默契的好伙伴。你住在哪？待会我送你回去吧。赵丽英这才来京都多久啊？戏虽然确实拍了那么些了，可是你真的就以为那些个明星是有钱的很吗？那不过都是后期炒作罢了。 赵丽颖现在的工资跟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这做明星只不过就是那些想要出名的人的一个念想罢了。这要真的要他们拿出个千八百的，那还是确实心疼的。再者说了，都说《快乐大本营》这个节目特别的火，既然这么火，那它的收视率一定就很高了。既然收视率高了，这工资自然也就抵不了了呀。那为什么那个叫谢娜还那么死扣？不是？所以啊。 这些个观众什么的，就是不愿意想事，不知道什么才是血汗钱，真以为上个节目什么的就会有很多钱了。不过话说回来，虽说赵丽英没有在京都买什么房子，但是这总不能穷到住剧组吧？这租的房子还是有的。这张萌也是个农村来的主，这什么低的条件没有见过的。虽说现在的牛头村已经在张萌的带领下变得富裕起来了，但是那接受能力还是摆在那的。 不过到了赵丽英住的地方之后，张猛就还真的开始心疼起赵丽英来了。这哪里是一个当红的明星该住的地方呢？再怎么说，这赵丽英也是张猛那三个娇妻的偶像啊。当晚就给张天虎打了电话，要求安排一个上等的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该住的地出来。张猛虽然给赵丽英安排了住处，但是当天晚上却并没有告诉赵丽英，而是跟着赵丽英走了进去，跟她在他的小窝里打算住上一晚。 如果不是因为赵丽颖和张猛都喝了酒，这回赵丽颖应该都无颜见人了。同样的，张猛也是自己的女人住在这种地方，受这种罪，那不得是大发雷霆不是？因为赵丽颖的住处实在太小，以至于连一个铺地铺的地方都没有。于是这两个人就顺理成章的就又躺在了一张床上。不过这一次张猛可就没那么虎了，直接就给人按倒这样子。 而是俩人就像生活了多年的夫妻一样，各自睡各自的，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张猛倒是在这种地方睡得安稳的很，而赵丽英虽然是喝了酒，但是却还是彻夜难眠，爬起来了，看了张猛是不是睡着了之后，就又躺下了。大概离这个动作有三十秒的时间，赵丽英侧过身来抱住了张猛，这一抱，张猛其实是感觉到了，他其实也并没有睡着。 只是一直想着这个女人，之前遇到了叶凡那么个人渣，这好不容易遇上了自己，现在还要忍受不能忍受的欲望的折磨。赵丽英以为张猛都已经睡着了，所以就就像抱熊娃娃一样换了个姿势，居然还把脚也给放上去。像这种折磨，张猛这怎么忍受？张猛转过身去，一把抱住赵丽英。有时一夜春雷滚滚。第二天一早，张猛就接了电话离开了。 这个时候的赵丽颖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可以察觉到张猛的离开，而是熟睡到快到中午吃午餐的时候才渐渐醒来。看来张猛昨天晚上是把她伺候的不错呀。很多男人在面对自己女人的时候，就算是对这个女人没有感觉，只要是跟这个女人发生过那种关系的，那这个女人只要是有什么困难，然后自己能够帮得上的，那这个男人就一定会出手相助。当然，张猛就是这种男人。 而且张猛虽说不是那种性爱动物，但是也算半个了。他是要比那种像张天虎那种好一些的，至少是不会成为精虫的，好得多。就这样，张猛就又一次离开了赵丽英的视线。不过赵丽英倒也想得开了，下午的时候她还有工作，这当然是起床之后，就像平常的时候一般，没什么特殊的举动。对于张猛的这种说走就走的行为，赵丽英也算是司空见惯了。 这昨晚上虽然张猛喝了点小酒，但是意直倒还是清楚的。要说昨晚上叫张天虎帮忙给自己找个房子，这是张天虎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的事。这一定就是给赵丽英买的房子了。毕竟张猛是从张天虎这里离开后，就叫张天虎找房子。然而在离开前还特地提到了赵丽英这个人，并且张猛可不是个会说自己要住上流社会的房子的主，什么好不好的房子。 张猛根本就怎么在乎，但是张猛这个人，张天虎还是算了解一点的。这就是愿意为自己的女人花再多钱，也都不会心痛的主。房子的事办好了，张猛就安排了人把这份房产证文件给赵丽英送了过去。那房子也不大，但是还是花了张猛接近三百万的资金。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赵丽英喜不喜欢。其实按照赵丽英的性格。 张猛其实很害怕赵丽英会不会收下这套房子，毕竟赵丽英不是个会接受包养的主，这宁可自己住在那种地方，也不到张天虎的私人会所去。这样的性子，这房子的事就悬了。可是张猛永远都猜不透的是女人的心思。这赵丽英本就对张猛已经把心都双手奉上了，这次这个房子，赵丽英倒不会觉得张猛这是在包养她，而是把这个房子看作了是张猛和他的一个共同的地方。 像是在告诉他，以后张猛可能会去那里找他。张猛的拍卖会也渐渐逼近了。这几天，张猛想着这一连串的事，还真的是觉得有些惊讶。这安娜那边等着拍卖的钱下来了，这安娜就跟自己就没什么可以联系的关系了。赵丽英这边也安顿好了，小魏跟张四也有了眉目。不过话说回来，这上官军还真的是得好好教训一下。这不打击打击他，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还是不说这了，说说这拍卖会。这明着的拍卖会跟暗着的就是不一样。张猛这次以一个大佬的身份站在这个拍卖会上，这个拍卖会好多都是熟人。不过像张猛这种大佬级的人物，又这么年轻的,的，的还是唯一一个。毕竟现在京都这一届的大佬级人物就只有张猛这一个，其他几个大家族的人物也都还有自己的长辈压着。俗话说，要想称王称霸。 就必须得无老要尊，张猛这就是自己闯出来的一片天，不像张天虎啊、郑家之类的，之前都还有个依仗的家族。当然了，这一个人注定就还是没有人多好做事，这人多力量大，那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不是？在现如今的这个社会上，你除了要有一个可以依仗的家族之外，一点还要有真材实料才行，不然你就得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关系特别好才行。所以。 张猛现在就差这么一步了。张猛的志向是大家都万万猜不到的。他的这个举动，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张天虎也算是张家的一门大将。这次拍卖会说是来拍卖物品的，实则就是来认人的。什么好东西值得，所以新界的大佬都出面不是？简家在这新界中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出名，但是简家在老一届当中还是威名四射的。 这个拍卖在进行之前，大家都其乐融融的，简直没有一个拍卖的任何迹象。咦，等等，简家不是都已经退出江湖了吗？这个简二伯这是？突然出现的简二少其实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毕竟在简老那时候都已经归隐了，这时候出现了他儿子，那自然也不会有人认的。只是张猛这前不久才跟简二伯交集过，现在不可能说什么都不记得了。 之前简二伯在简家时候，那虽然是没有帮张猛做过什么事，但是还是帮张猛说过不少好话的。简二少爷今天怎么会？张猛的意思，简二伯很清楚。这简家毕竟是归隐了，这要是突然站出来，这还不引发一场非议？其实简二伯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来找张猛的。这简玲玲不是一直在受上官君的追求吗？这简老也一直都觉得上官君配得上简玲玲。 然后就有意要把上官君看作孙女婿了。这简玲玲可不是一个会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主。这不就趁着上次张猛帮忙在简老面前出了面，就想着要简德福回心转意。没想到简老是什么话都没说了。这上官君倒是没自信的上门提亲去了。但是简玲玲打一开始就不喜欢上官君，这门婚事当然是得吹了。不过这简玲玲拒绝了上官君那么多年。 这时候当然就得那点什么话来刺激上官君才行了。于是简玲玲就跟上官君说，她喜欢的人是张猛，这就让上官君恼羞成怒了。这段时间估计上官君也会来找张猛。张猛这边，简二伯是想来忠告一声。大家都互相认识好之后，已经是接近拍卖会的尾声了。这不，这个时候那个混世魔王就来了。上官君那异于常人的出场方式。 让现场的人那是一片哗然，其实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况且大家也都还不知道张猛就在这之前的几天，在一次比赛中胜了上官君。不过张猛也不是个喜欢在人前人后喜欢嚼人舌根的主，这件事只要在上官家的世交面前让上官君喵喵面子就行了。上官君的目标确实是张猛，这次这个拍卖会上官君本就是退了的。 所以在场的人才会在上官军出场的时候惊讶。上官军到的时候，拍卖会已经拉开了帷幕。张萌本就是来卖东西的，又不是来买东西的，所以这就算现在跟上官军到了一个安静的回廊里边，也不会有人察觉。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也不瞧瞧你熊那样，就你这种乡巴佬也想勾引简家大小姐，勾引琳琳？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 你身上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张猛有个什么样子，管你鸟事啊！你在这里指手画脚的，是谁给你的权利呀、啊？当时张猛火就冒的有三丈高，这火上来了，这当然就要灭火才行。张猛一个甩腿出去，上官军就被张猛撂倒了。因为这响动有点大，所以在场的人不免都注意到了，这可就大事不妙了。 可是对于张猛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事。什么马上就能察觉是张猛和上官军不在，就能推测出是张猛干的这件事。张猛一个旋风似的速度，就立马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这就算是坐在张猛旁边的人，那也都是没有一点点防备的，只是觉得自己面前有一阵凉风吹过。收拾完上官军之后，上官军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还在对着空气爆粗口。 这在场的人都还以为他是人格分裂了，或者是精神有点不正常，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上官君一个人在回廊里，并且上官君一站起来就对着空气大喊大叫的，这把在场的人都给惊讶到了。要知道，上官君这也是有点惊讶的，这种能力他这辈子就只见过一次。张猛这时候使出来，虽然自己没有看到，但是因为见过一次，他也就能够猜得到了。 但是现在的他，就算知道张萌有什么能力了，那又怎样？毕竟他现在都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个精神不正常者了。就算他说出了什么事实，张萌只要不承认就好了。上官君这面子可就丢大了。来这么一趟，本来是来这里报仇来的，但是现在仇没报，反倒还被人羞辱了一顿。上官君立马决定：张萌，你不要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开心。很快。 上官军就立马撤出了现场，所有人都觉得上官军这件事有点事发突然了。张猛这边倒是什么都知道，只是这时候用了仙气从事发现逃了过来，这不免还是太费仙气了。虽说这上官军知道了张猛现在的能力非常的强，但是他也还是不打算后退的。张猛这边还一点察觉都没有，这拍卖会要说他没什么用呢，这张猛又把东西给拍卖出去了，这剩下的事情。 张猛也就打算交给何忠去处理了。张猛这时候剩下的是要赶紧去找个地方吸取仙气才是正事。这上官军那个恶魔，指不定离开之后会做出点什么事出来呢。张猛这幸好上次仙气晋级了，以至于他现在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但是他就是觉得心里差点啥。这之前也有储存在省城的仙气，现在就只需要赶紧回去，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这夜明珠的事自然是大事，可是夜明珠被一个老者买了去，大概再有最多半个月，张猛这在省城才能得京都这边的消息。因为这个老者是认的这个东西之前是谁的，在拍卖会上这颗夜明珠又是知道原本的主是谁的，这样一来而去，散播谣言那也是需要时间的嘛。所以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赶紧回家陪老婆孩子了。综合了这些。 现在张猛担心的就是上官君现在会不会不太理智，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就做什么傻事。张猛始终有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家里边要发生什么事。虽然这仙气也有这种能力可以预测到，这后来是的确会有事要发生。不过这这些也都是后话了。别了京都，张猛立马就赶往了省城。见到蝶舞的时候，他的神情是带着恐慌的。张猛的勘察能力那么强。 怎么可能发现不了？但是又碍于不想让其他三女知道此事，张猛也就找了个闲暇的时间，把蝶舞单独安排在自己身边。张猛这不找理由倒还好，这找个理由真的是是个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故意要避开除了蝶舞的所有人。毕竟张猛从来都不会太在乎自己这个村长的职位，现在有事在省城，他居然说自己需要蝶舞蝶舞帮忙处理牛头村的事，拜托，有的时候也走点心好不好？ 果然，张萌所料不差，这个上官君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就在你回来之前，有个人给刘姐发了条短信，说要她单独去省城的机场，要不然杨姐肚子里的孩子就不保了。那时候刘姐的手机在我手上，我一看是这个东西，立马就把它删掉了。萌子，你不会是……蝶舞也知道这后话讲出来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所以就哼哼带过了。但是即使他这样，张萌也都还是听得懂的。 张猛大概猜到是上官军干的这件事了，他就预料会有什么事会发生在他的家里边，这真是一点不差。张猛后来又支开了蝶舞，他本来回来之后就没有补充仙气，现在的仙气虽然够用，但是心里还是麻扎扎的不好受。现在张猛又要使用追魂术，他要看看在他回来之前，上官军现在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蝶舞知道张猛想要一个人待的时候，就不能有人打扰。 所以不仅乖乖出去了，还站在门外边为张猛把哨。张猛在蝶舞离开之后，就立马开始运气。仙气还是同之前在缅甸的酒店里一样，先是从手心里冒了出来，然后飘到了空中，再运成一个雾一样的圆圈。仙气在像水蒸气似的一样蒸发，而在蒸发的同时，张猛手中的仙气就像随风飘走的拉着风筝的线一样，丝毫没有顾忌的往外溜走。 就在张猛回来前的大概一个小时前左右，上官军带着人去了一个黑幕电子管理所，在对人管理所的人软磨硬泡、赔钱配人情之下，上官军终于给柳飞燕发了一条威胁短信。这上官军之所以会选择柳飞燕这个无名小卒，完全是要先给张猛一个下马威，让张猛先紧张起来，然后以此警告张猛，这个游戏才刚刚开始，所以以后的事就慢慢受着。 还好张猛有个懂事的小七，这才让张猛能够松一小口气。不过这上官军是来者不善啊，他的最终目的居然是张猛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的孩子。到这里的时候，张猛实在是扛不住了。这毕竟是晋级之后才出现的能力，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也是相当耗费仙气的。不过张猛现在体内的仙气还能大概支撑他走到自己的放仙气的那个皮囊那里。 这皮囊里边虽说是只有一个烧火棍，但是这个烧火棍的秘密，上次张猛就已经探讨到了。之前因为可能是还没有晋级的原因，张猛这才只能吸收到一点点的仙气。现在张猛这仙气都已经晋级了，这自然是能够好好吸收一番这里边的好东西了。张猛就料到这个烧火棍现在是可以好好使用的了，因为就在张猛刚碰到这个皮囊的时候，那皮囊跟之前比起来，那就是天壤之别。 之前张猛拿着这个皮囊和这个烧火棍的时候，张猛这就只知道这个东西对自己有吸引力。但是现在的感觉完全就是欲望。张猛体内那仅存的仙气一直在迫使张猛一定要得到那那里边的灵气，并且就在之前张猛得到这两个东西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也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就是特别的喜欢这个东西，老是觉得这个东西本就应该是属于自己的。 可是就在张猛正在吸收着里边那个灵气的时候，张猛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什么灵气之类的东西，自己心里完全就都没有想过。相反，自己心里还一直想着一个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在张猛的脑海里若隐若现的，挥之不去，也抓不明白，想不通透。按照张猛现在的这个记忆力，怎么可能会有想不起来的人或者是？但是现在张猛就像是在梦境中一样。 那个身影就是特别的熟悉，她的笑容也是特别的甜美灿烂，并且是那么的阳光。但是她的脸颊，张猛无论怎么使劲去看，却怎么也看不清楚。而且张猛越是努力去看清楚，那个女人就越是模糊。张猛现在就像是在一个梦境中一样，不想醒来，但是也不想继续。张猛再次醒来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奇妙，这个明显就是跟自己当时十九岁的时候第一次拥有仙气的时候。 那时候醒来的时候，我感觉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他却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连自己做了个梦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上官君现在会对他的孩子以及家人不利，他一定要阻止这一切悲剧的发生，他要捍卫自己身边的人。引起骚动的是上官君，这张猛要是说再做出点什么不太文明的事情，这也怨不得张猛了，不是？毕竟是你先动手的，而且不仅动手了，还对人的家人不利。 这可是触及到了张猛的底线了的呀！这有的时候吧，年轻人就是容易冲动。就拿这上官君来说吧，你这要在背地里使阴招，你说你能不能挑个时候啊？这刚跟张猛闹,闹完，这就又要去动人家里边的人，这不是明摆着要人跟你干一架吗？关键是你也弄不过人家呀，这不就很尴尬了吗？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何必急于这一时呢？况且这忍一忍又怎么了？ 你这要是早一点像那个京都的那个黎少那样跟着张猛不好吗？这说的跟也不是真的，就成了张猛的随从了。这不是要报仇吗？不是要来阴的吗？等你这都在人的身边了，这干起事来不就容易多了吗？所以啊，有时候别那么冲动，做事之前考虑考虑后果。不要觉得我现在受了你的欺负，我现在就要报复你。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没听说过吗？通过这件事。 张猛就显得格外的成熟稳重了。他不仅没有自乱阵脚，而且还是在稳中求胜。人虽然脾气大，也容易冲动，但是人会先思考一下，不是，并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像以前那样化险为夷。毕竟人张猛也不傻，当然会想想后果。这都是有家室的人了，自然也都是会想想清楚再动手。大家也都知道，张猛除了那三个娇妻之外，外边跟他那啥的女人多了去了。 不过这在牛头村，除了自己娇妻之外，就只有柳飞燕一个了。而且人还任劳任怨地帮张猛照顾已经逐渐年迈的父母亲。这下可好，上官君这倒还以为柳飞燕是张猛的娇妻之一，上来就想着要动张猛的女人。对于这些，张猛的确还是很看重的。毕竟人在帮自己照顾家人的时候，什么话可都没说呢。这突然就差点让人命都差点没了，这可不是对得起人的。 张猛向来是个不爱欠人人情的主，这上官君这一次要不是蝶舞聪明，这就还真让他得逞了。本来上官君就被张猛教训的差不多了，张猛的气也就消了。以后只要上官君不再有什么对张猛不利的动作，张猛也就压根不会把这等货色放在眼里。就算是上官君有什么家族撑腰，在张猛眼里那也是相当的没有档次的，根本不值得理会。现在张猛好不容易醒过来了。 仙气现在也才刚恢复，这不能说张猛这边就要马上行动，并且张猛这还得再谋划谋划，毕竟这仙气刚恢复，还不是动手的好时机。而且现如今的法律，那也是立在那玩的，不是？张猛这次想得很细致，这上官军能对柳飞燕动手，就证明他是个心狠手辣之人，绝不能觉得他有一点点的慈悲心肠。按照这个想法往下推的话。 张猛的父母，那不是就危险了吗？果然，张猛这边刚准备好车，要打算回牛头村，自己父亲就来了电话，说是不知道哪里来了一群人，张猛欺负了他们兄弟，这是要找张猛的父亲他们报仇来的。这也不是人，张猛的父亲不信任自己的儿子，但是张百强也确实不知道自己儿子这些天在外边都在做什么，而且张百强知道自己的儿子的能力，那是见识过不止一次的。 并且再加上张猛的脾气有比较不能够稳得下来，这也就是人张百强为什么打算来个电话问问的原因了、啊。张猛既然决定自己要亲自回去一趟，那么杨秀英这边就一定要留人保护好她。毕竟现在杨秀英不仅是张猛的女人，她的肚子里还有张猛的孩子，这怎么又不能成为重点保护对象？不是？交代蝶舞省城这边的事，张猛又给几个能够靠得住的家伙打了电话。 张四也给调过来了，看来张猛这次是要大干一场了。其实张猛想的很简单，上官军要是在感动这里边的任何一个人，张猛肯定就不会再说什么的。只是这以后，上官军就再别有什么事要求张猛。这要是上官军感动张猛的人，张猛就不打算再忍了。这一定是要他加倍奉还才行。不过这上官军那是个能够见好就收的主啊，他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好。 什么时候才是该收手的时候呢？要说这张猛这些时候跟上官军接触下来，还真是让张猛成熟了不少。至少现在张猛会思考一下再出手了。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只会一心想着帮自己在乎的人报仇的那个有点莽撞的小男人了。俗话说，这男人都是会长大的，这身心也是会长大的，会渐渐的成熟，不是？再说了，这张猛这一次也是不得不冷静下来。 这要是单枪匹马的，就去找上官军报仇。这人不是也没有明着跟你作对呢，不是？而且人这也是在京都算得上是有身份的人，哪能说被你办了就这么容易被办了？况且就算是办了一个上官军，这剩下的上官家可怎么办？所以这件事就还得深思熟虑才能动刀动枪。就拿张猛第一次来京都的时候来说吧，要不是人张天虎家族的势力摆在这里，这就当时那个情况。 张萌那不是得再跟人干一架不可，这干一架都还是小事，这要是当时就跟人干起来了，然后还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得罪人整个家族了，这到时候可就不是说是钱能摆平的事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事不是都还没发生吗？这是也就是个假设罢了，倒要真的是事实，这张萌岂会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喜欢番茄故事的，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你就再点点赞。